Alexa's dreaming now, drifting off my couch. We walked down the street, she's walked a thousand times.或叫 Uber 直接去六福村，希望可以顺顺利利的在600块以下解决。赞。今天收到的那个礼物。你有什么问题？没错，靠你了，好。跟你不一样了。走吧。然后看看附近的美景。
级慢，它很慢啊，你要它晒晒太阳。然后，老实说，我觉得有点高了。还可以看看高中的景色，你可以看着我们刚刚搭这个飞马，现在完全没有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后面撞了一个，现在到底是怎样？我觉得不太对啊，这也没有紧急求救钮啊。玩了四种，而且我刚刚是玩了我人生第一次的风火种，我觉得超可怕的。但是怎么讲，玩完我现在就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我敢玩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排海盗船。那今天其实人没有很多，所以玩起来还蛮舒服的。天气蛮热，但是怎么讲，就是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去排队，其实就不会觉得。我觉得蛮好玩的啦，那我们现在就继续等待海盗船。现在在看等朋友玩大怒神，我实在不敢玩，因为那个心脏咻咻的感觉太可怕了。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结束了，就是哦，好像有点道理。就等你真的开始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就结束了。但一开始就有点苦。你有不想玩的东西吗？过瘾的两个，那个，前面两个都三个，最后一个。那冰棒什么口味？芒果。我也芒果。好，都芒果。那我们先去找位置。三。一个，谢谢干爹，谢我，好香啊！
好吃。本日 MVP， 超级好吃。好像笋子。相信各位吃了不少，但是大家放心，我们这边的动物都是教学观赏用的。刚才没有孔雀。
严重怀疑他这样跳不过来，是觉得可以吧。大哥威武，哎呦，这好霸气！不笑了，不笑了。你们的行程到此结束，今天算是 CP 值很高，什么都有玩到。然后虽然下午下雨，但是现在其实很凉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动物的味道，超级赞。所以如果想要来六福村玩的人，我真心的建议就是不要在廉价的时候来，因为你会排很久，这边每个设施都没有等超过20分钟，最久的应该就是那个没错。最久的应该就是那个非洲草原的列车，那其他的话都很 OK。 喝多了，晚上就会再把它 focus。 好，就先这样咯，大家拜拜。